我是周明孙，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三亚钢琴艺术周。那么这次活动呢，我觉得非常有创意的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觉得这次活动呢，必然对推进中国钢琴作品的发展会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，因为我觉得钢琴艺术的发展必须传承中国传统的那个音乐，那么也要向世界的国际的音乐文化相接轨。那么这次呢，我觉得这么盛大的活动，这些方面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，都做到了，所以我觉得这次活动呢，一定能够非常成功的举办。所以呢，我在此呢，预祝这次钢琴音乐周的成功的举办，而且取得辉煌的成果。